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当苍群破裂的时候，当众星飘坠的时候，当海洋混合的时候，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人啊，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呢？他曾创造了你，然后使你健全，然后使你匀称。他意欲什么形式就以什么形式而构造你，绝不然，但你们否认报应。你们的上面却有许多监视者，他们是尊贵的，是记录的，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。善人们必在恩泽中，恶人们必在烈火中，他们将在报应日坠入烈火，他们绝不得离开他。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？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？在那日，任何人对任何人不能有什么批议，在那日，命令全归真主。